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护肤汽车的变形金刚》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866集。今天轮到魔方的三角龙了。人形的话，大家也应该已经都看到很熟悉了啊。我不是很清楚这个后面这个翅膀的角度放这样是对还是不对啊。那么它的人物造型还是还原度上面的话是没什么问题啊。我感觉就是也没有什么空洞啊，没有什么偷胶啊，基本上做的还是相当可以啊。那以手上的做工来说，我觉得吧，这个手啊，我这一只的这只手臂，这个关节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这么紧啊，非常非常的紧。磨起来的一个手感，感觉好像这一次倒角处理不是做得非常的好啊，变形的时候呢，手有点疼痛啊。那配件的话，是一把这个武器的话呢，这个地方握柄做得比较长啊。那基本上转动手没有问题。那枪的话呢，这个柄这一带也做得比较长，那提供我们手腕可以做一个转动。那它还有替换的一个张开的一个手掌的手型，然后它的脚的话呢，这个地方啊也有一个延伸出来的关节，连同裙甲往上踢。那转进去的时候的话，这个裙甲复原的话，有时候就是比较痛苦一点，你要稍微拽一下才能够正常的拽进去。那由于变形的时候，这里有一个拉伸啊。这个的话呢，目前没什么问题啊，但是把玩久了不知道会不会松啊。那其实我今天手没有很舒服啊，这个昨天工作的关系，手腕有点疼痛啊。今天我连掰这个玩具，我都觉得今天有一点点小疲劳，但是又还蛮喜欢这个，三角的一个恐龙啊，应该说恐龙部队我都比较喜欢，啊，所以还是忍不住赶快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啊。啊，对了啊，一样是有人物卡的。来，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魔方的三角龙的变形过程啊。首先，这个拳头收进去的时候呢，整个把它给扯出来，拳头要翻转180度，然后呢，这个双动关节的话呢，要把它反折成这个样子，然后呢，再把它给整个给推进去，整个压进去，然后呢，这两侧侧边把它给扣上，啊，另外一侧的变形也是一样的啊，直接整个拳头给拽出来，然后呢，这个双动关节转进去，拳头要翻转。180度，然后呢，把它给塞进去，然后呢，两侧盖上，盖上之后啊，我们来进行一个背包。它背包的话是这个地方锁扣，把它给解开。好，先解开一点点就好了。那再来，我们要把整个胸口呢给往外推出来。我们先注意一下，它的这个整个大胸口，它这里是有个凸扣进去。你看到外侧这里不是还有个孔吗？这个呢，等一下呢，我们这个缩胸缩进去之后呢，就是要把这个凸扣到外侧这个洞。啊，这样各位应该能够理解。但是呢，把这个胸推出来的话呢，其实有一点点的困难了啊。我觉得需要花一点力气啊。那这个地方就把它往，你看，这样子把它给推出来。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。好，两侧都把它给推开。推开的时候，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推不太动，可能是上面的这个恐龙的这个盾甲的话呢去干涉到了啊。好，推到这里之后。先把这个整个胸给往内缩进去，还有一个双动关节，我们从后面看好了，就这个样子，把它给整个往内移进来一格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再把它给扣回去，这样一来的话呢，胸口的话呢，就会达到一个缩胸的一个状态。然后这个部件打开，然后头的话呢要翻转180度，然后呢这里一样折叠上来。把它放进去，到这边，把这个头呢给缩进这个身体里头去了。再来的话呢，这里啊，给各位看一下，它的这一片部件，这个是人形状态下，变成龙形的时候，必须把它给利用一个跷跷板式的一个方式，把它给转到前方去啊。这里，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是这个跷跷板的一个变形的一个结构，这样把它给推到。有点卡住，哪里卡住了？是不是？哦，这样子，把它给翻到前面去，这样，这个已经翻到前面了。好，跷跷板的方式把它推到前面。好了，再来的话呢，我们先把后面这里也给处理完好了。这个翅膀的部分，把它往下面翻下来一点之后，你看到这个地方有个滑槽嘛？我们两只手顶着这里，把它往上面滑上去，推到底。好，到这边，再来尾巴，我们也整理一下，整个把它给打开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要把它给掰开来。那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吧是比较偏紧的，所以我是建议各位吧，就用个道具把它给抠出来，然后尾巴从这个地方推一下，将这一节给拿出来，然后这个地方原封不动的扣回去，这个就是它的一个
长长的尾巴到这里了。那么呢，这里的话呢，这个好，先把它给推到这个样，这两片部件是在最外侧，因为它最后是要这样扣上去，但是现在先不用扣啊，因为待会一定会爆开，一定会爆开。我们先把腰转180度，好，我们开始来变形它的一个腿部了啊、哦。它的腿的变形是这个样子的，先变这边也可以。我们先把中间这个大盖板给掰开来，掰开来，然后呢，它的侧边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可以打开的，打开，打开之后的话呢，你可以看到这里内侧这个地方这片部件，把它给翻出来。这个是龙形的这个后腿嘛，把它给翻出来。那我们先把这个龙腿给变出来，这个地方整个给推出来。然后这里有一个，如果你这里一个盖板啊，你要记得推上去，以及这里有一片部件，从这里把它给推出来。如果推的不太出来，你就可以转到侧边，然后呢，你可以运用一下它的武器，把它往外推一点点，这样子整个推出来。然后这一片，我是建议啦，小腿的部分这一片在里面，这样比较好啊。然后呢，记得这个脚踝要翻转180度。好，先到这里。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行它的一个腿的一个包覆。腿的包覆呢，啊，先把这里啊，这里先翻出来好了。这个地方这一片部件，先记得把它给抠到外面去。然后呢，这个部件的话呢，直接的把它反折一个90度到这边。好，那这里要记得一样了，这里记得要把它给扣上哦。那我们来进行一个这个腿部的翻折，这样子包覆过来到这边，它是转这个方向，你可以看到一下这个啊，这个一定是在龙的背部嘛，保持这样就不会去乱掉了。这一片部件要记得翻出来，肯定我刚刚是忘了收进去啊，没关系的啊，就这样。那这里一样啊，这里扣上去之后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一样有一个 L 型在这里啊，我们到时候就保持这个位置就行了。那先到这边，我们的另外一条腿我们就赶快把它变形过去啊，这里两侧给打开，脚的话呢给这里转一下给推出去，推出去之后把这个部件给推出来。然后呢，里面这一片，这一边的这个腿这一片部件翻出来比较紧一点，这边我那个推的话是一定推不动，推到这边。好，到这里脚就先到这边了，那这个部件扣回去。好，那这里的话呢，记得这里啊，这个部件是要拉出来的，这一侧也要一样要拉出来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里头黄色这个部件推到外侧，形成它的一个背部的顶盖，这个地方推进来到这里。好，然后怎么做呢，推进去啊，到这边。这两片部件的话，我刚刚是不是人形下忘了收进去，不管怎么样啊，反正这两片记得要翻出来。然后这个脚后跟一样做一个翻转到这边。好，基本上它的形态呢已经差不多都出来了啊，差不多都出来。最后就是怎么样把这个部件给往下盖，但是呢，按照说明书的步骤，它会先叫你变尾巴。可是呢，我觉得先变尾巴的话呢，最后的结合会非常痛苦。我强烈建议各位先把这个地方给扣上去，这个地方扣好，然后呢，把这个部件给往下放下来。放下来的时候一样记得哦，这里我刚刚提过了，龙的这个盾甲啊，它要在最前面。好，到这边的情况下，再把它的这个部件给往下面放下来。好，放下来之后的话呢，建议各位先扣这个地方，这里两处，上面的话随便扣，下面的话一定是由外往内扣。好，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，这个部件我觉得比较重要啊，要先扣这里这个地方，由外往内扣进去。好，到这边 OK， 这个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卡扣位置，先把它给扣了。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捏一下尾巴，先到这边就好了。再来的话呢，这个龙的前肢这里啊有一个组合卡扣，记得稍微去压一下把它给扣进去。好，那我们再来，我们先把尾巴给变完了。尾巴的话呢，如果你把这里都扣好了，一二三四都扣好，这个后面的这个整个后半部它就不会乱晃。如果你按照说明书的方法先扣尾巴的话呢，由于后面这两个部件它会不停的跑，你要把这个尾巴这个地方扣进去啊，我觉得对我来讲真的是太难了啦啊。那这里最后就是这里有两个倒钩，这个地方就稍微利用塑胶的韧性左右扭一下就可以把它给扣进去。但是这里记得啊，这两片这个部件啊，这里记得要把它给翻得出来一点点。好，到这边两侧扣一下啊， OK 了，这样基本上差不多都快变完了。
and 这里由下往上扣上去，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，另外一侧都是一样。最后这里啊，忘了，这里应该可以先变起来的，尾嘴巴放进去。那这里的话呢，是两侧要同时扣，所以呢，你要先把这个上半部压住，两个下半部再分别把它给扣上去。啊，如此一来的话呢，啊，我们这一款魔方推出的这个三角龙机械恐龙的话呢，就完成了它的一个变形过程了。它的恐龙形态呢，我也是非常非常喜欢的。我们先直接的呢，让它跟它的两个已经出现的队友呢，做一个简单的合照。造型的一体的感觉还是做得很好了。黄色的部分呢，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鹅黄，然后灰色的部分呢，也大概都是一样的啊。整个小队感的一个呈现度还是比较高的。它跟之前几天推出的这个 NA 的会比它稍微的大一些些，实际上你拿出来比对一下就可以感觉得到。那最大的不同是尾巴的可动， NA 的话呢多了这个，但是呢它带来的缺点就是这个地方会断开啊。那当然魔方就是得到了另外一个就完整的一个尾部的造型，这个就看你怎么样去取舍了。那你身上的分割的这个线条的话呢，是 NA 的一个切割的部分是比较多的。那这个涂装上来讲，这毫无疑问了啊，这个还是 NA 会比较强一点，这个一向是非常漂亮。卖相来讲的话NA 是绝对是占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优势的。但是魔方的话呢，则在于说它的一个尼龙的材质是比较耐掰耐玩的啊。那以整个变形的设计感的话呢，其实魔方是用了比较投机取巧，我真的觉得要用投机取巧，是用了一个尼龙的一个塑胶韧性啊，才能够这样子的韧性的去做一个变形把玩了啊。真正要讲这个一个变形的一个流畅度的话，我还是觉得 NA 还是在这个三角龙上面，我觉得还是略胜一筹的啊。不过的话呢，也不是说MS 这一款有多弱了啊，实在是一个比较的话，那我就必须给它分出一个高下啊。但是我自己还是蛮喜欢它的这个龙形态的啊。对于恐龙部队的话呢，我一向都是非常喜欢的。那这个的话呢，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魔方的三角龙。那这个小队的话呢，就出到第三款。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